大家好，我是一哥。今天啊，提了点工具，然后这准备点猪肝，准备在这个塘里面钓这个龙虾，看收获怎么样。今天好多人在这里钓。这打找不赢，我们钓的呀。这还是一哥第一次钓龙虾，这准备的猪肝，准备放猪肝筋上去，给它绑起来。这么大猪肝，我不知道这个肉那个切大了没有。我准备了六条杆，六根杆的这个猪肝都准备好了，现在把它放下去，看怎么样。这一个钓龙虾没什么经验，我要去里面学习一下，看里面好多人这样钓。哎，这个没有嘞，看我手持这个竹竿，感觉到它在咬，有点重量。又没有，换了个地方。现在这个姐姐在这里钓鱼，钓龙虾。他们有这个网，我都没有。你钓的我就不要咬，不叫你喊我啊！大家伙，老爷爷，好大一个！你个老太太！啊，结果好大！哎，好大哦！哎呀，搞得真火！怎么打滚儿？多十几公里。没有啊，没有。最后。你送我前面，往前面跑。有没你个摸到？上。咦，好了。哎呀，放在哪里？我们拿桶，一个半天都没钓起第一个。龙虾有这么大，我们装桶里面去。倒是放手啊！这倒是不放啊！你倒是放手啊！你搞到第二个了。我有你那个，我这手机都单上去搞了几。这回来的，那正修车子，我这分工这个单。你看这个桶是大姐他们钓的，钓了十几只，我们钓了五只，不太会钓，钓了两三个小时了，就钓了这五个龙虾，今天收获不是很好，好了，现在就准备回去了。